Tağında cinsi, yakşı. Yakşı.原来那个地方不通路吗？以前是天梯，后来是罗马道，现在是索道。这个都是政府拨款建的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的垃圾都运到哪里去啊？我们的垃圾有固定的掩埋地儿。你这个牛养殖是分户养还是集中养？这个牛的这个收益还是挺好的啊。最低保障到3500元以上。学校现在都是就近入学嘛，无论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，都不能关注重分数。分数是一时之得。这个电热炕是什么样的？比较实惠，每一晚上就一度电这样子，就几毛钱。这几年我一直到一些贫困地方去，我要看的就是真正能够代表贫困的这种贫困地区。这个歌姬领导也唬不了我，我就是从贫困地区出来的，什么样的我都知道。行百里路半九十啊，不要搞那些急功近利、虚假政绩的东西。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，血脉在人民，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我这个人呢是有农村情节的啊，1969年1月份插队，老百姓呢帮助我，他们的话呢这个有什么吃的呢都给我送一点。谁送我一碗酸菜？我说这今天生活又改善了啊！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，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。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啊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，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，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？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节，一定啊。要把我们的老百姓，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，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啊。到这个农村去，我总有一句话，我说你们还需要些什么？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啊，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。共产党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，什么地方人民感觉到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，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。还有请呢。